你来到重庆坦白，我是罗重庆。今天邀请到两岸三地最负盛名的刘来昌刘博士，他呢一定会我们来揭露选举上面的各种神秘跟各种猫腻。有请刘来昌刘博士，刘博士好。博士好啊，不是我揭露，我是来听您的哈啊。哎呀，您太客气了。对，现在我们看到啊，他们选举的抽签序号出来了，这柯文哲啊还本人没去呢，而萧美琴啊，她自己称他们叫做美德配啊，不叫赖萧配啊，叫美德配，真的是美得冒泡了哈。然后呢，当然是见到国民党的哈，那就是我们的啊这个神探，再加上赵子龙啊，他们两位哈，是抽到另外一个号码。那么关于这三个号码呢，不晓得刘老师，您对于选举观察这么多回，从1996年到现在7次的选举了，您有什么看法？有人说2号当选几率最多，但是啊，这似乎是数字上的迷信。您的看法，有请刘老师来点评。刘博士。那个，首先呢，我要说一下呢，就是我们香港呢，就特别对数字敏感，而且特别这个讲究这个意头，数字的意头啊。举一个例子吧，我住这栋楼呢，有47层楼那么高对，啊，中间所有的四字呢都没有的，那不就见得，没有四层，没有四，对，一二没三有到就十五了，四，没有那个24，也没有34啊，啊，啊。就好像呢，谁要买这个4号的这层的房子呢，就不吉利哈。所以啊，是不是那个发音跟"死"字的发音相似啊？其实呢，要是按照那个普通话呢，就是不一样的。香港话呢，就是知识是不分啊，所以呢就一样，谁呀都还谁呀哦，两个发音一都模一还样，谁呀啊，啊，都是谁呀，都是死掉死的，啊，是不是对，都是死啊？啊，所以呢就不。那么香港人呢对那个八又特别有兴趣哈，八就是发吧，还有六哈，666哈也是66大顺，也是特别那个，九也可以，长长久久也可以啊。那么二其实也可以的，一其实也可以的啊，一二六八九是吧？三其实好像也有很多说三呢，就是在香港人呢，经常就是跟那个发生发那个的连起来是，这杀嘛才伤啊，就是生生猛猛的意思就是生气的生，对，生气的生就是是，生猛啊，生生猛猛，广东话叫伤伤莽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所二以呢，三六八九都行。对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柯 P 呢？要是按照香港呢，也有选嘛，选特首啊，选什么呢？选到抽到1号的呢，就是一马当先；2号的呢，就是也有人说，双拐旁门呢，两个那个猛鬼来拍你的门，助你的去当选，双拐旁门，双鬼拍门双啊，轨拍门，双轨拍门，有伤的就很伤的，就是伤生猛猛啊，也有这样说法哈。那么这次呢，我们也看到历史上呢，这个台湾的每次的大卫之战呢，其实2号就像欧博士你刚刚讲的，欧博士就是那个2号呢中的几率是比较多啊。这个特别是马英九的两次，他抽到都是2号，好像2号呢就是对于国民党来说呢，应该说是一个 lucky 吉祥的树是吧？lucky 的号码，但是 Lucky 这。number。但是这次就没抽上，就是抽到了3号。那么一呢，其实好像很多人都比较喜欢一马当先旗开得胜那样那样之类的东西。那么到底其实这个是我们是完全是用香港的选举语言来看这个了。所以呢，到底台湾怎么看，还是要请教欧博士是，现在呢是一二三号都已经序位已定啊。那么当然，柯文哲他会运用他一号的这个优势啊，再去多拉一些票。因为目前为止啊，其实最大变数就是柯文哲会不会在最后这30天里面呢，又拉到国民党的50万票或者是100万票，这应该是一个十分大的关键。而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侯友宜啊，他频频祭出很多重量级的这个政策啊，比如说所有的军人，每一个军人以后每一个月是要加1万块。那么如果按照加级的等序的话呢，就是一年呢是加薪13万5千块台币。那么加下来啊，如果在军旅生涯里面有30年，再加上后面呢还有年退休俸的话，哇，这可就不得了了，这是好几百万的钱。当然，军人们呢一定会趋之若鹜了。刘老师，您认为侯友宜这样的一个加码，再加上柯文哲另一边不断的挖墙脚，两边的失衡，或者是两边的这个力量互相拉锯，您认为最后的结局仍然是目前这个局面吗？也就是说，民进党和国民党落差大概是60到100万票。而国民党和民主党的落差呢，也差不多是100到150万票。您认为这个局面会一直持续到30天后吗？有请刘博士。
对，最近呢，其实有几个民调呢，就是显示呢，就是赖清德和侯友宜的呢是略微接近。那么其中呢，就有一个大家知道，《每日电子报》呢，它是连续做，每3天就做。那么它这个连续做呢，就有一个这个连续性在那里，而且呢，就会对那个选民，对那个岛内的选民呢，吸引力就会更加强些。那么对我们香港啊，我相信对内地的朋友啊，对海外的朋友啊，也会比较看这个。另外一个就是 ET Today 啊，就是东森那电个视的台啊，的，对，那个他那个就是做的呢，就是比较严谨啊。这两个民调最近出来呢，就是赖清德呢一下子冲高破了40啊，突然间又对，就落是回达了到一点，41，哎，41，现在呢又落回了一点，落回到这个35。那么侯友宜那边呢就冲到了35.6，那么现在双方面呢好像就到误差范围之内啊，就是比较接近了。那么另外呢，就是ET Today 那个呢，也是双方面比较接近这个。那么但是我觉得呢，这些民调呢，其实实实在在它到底有多少可以参考的价值呢？我觉得呢，就是真是不要太看得太重啊，因为实际上，我很难相信这些民调呢是一下子是做到一个很全面的民调，可能从某一个区或者你某个区，所以今天的民调主要是做到这个高雄的，明天的这个民调是做到台北的，那个差距就会很大很大哈，就因为整个那个板块的结构就决定了这个投票的取向就会有很大不同，所以呢，刚才那个不是您提出的，就说柯文哲，我估计他现在一马当先这个东西呢，毕竟就是一个意头的说法。要是比起那个侯友宜的这个军人加1万块钱，这个恐怕呢吸引力就会更大。就所谓的牛肉干，这个牛肉干就更香更好吃所以可能更加这个受这个民众的欢迎。但是问题是在于，只要这个非绿还是存在两个板块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赖清德的威慑呢，恐怕还是不能造成一个严重的威慑哈是，感谢刘老师今天的精彩的点评。我们呢，接下来还有很多段落呢，要来请教刘博士。谢谢刘博士，谢谢刘老师，谢谢欧博士。谢谢。